所以，你应该担心的不是这个人，应该是另一个。谁？叶子春。叶子春？他有什么可担心的？虽然他在吴彩云面前耍了一个苦肉计，让咱们暂时停格了计划，但是他不过也就是一个有一些鬼点子的村妇罢了。再说还有刘妈天天监视着他，有什么可担心的？青云啊，你太小看他了。何以见得？叶子春这个人呐，有一股子韧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种人要比金大兴那种看似精明而实际上遇到点风吹草动就六神无主的人可怕得多。啊，请问叶子春在家吗？也只不过是个浪荡公子，整天装得人五人六的。这下你放心了？放什么心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至少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大兴哥，我们搬出去住吧，这里多不方便啊。你说什么？搬出去住？你给我记住了，这是我的家，这是姓金，谁他妈都别想在我手里夺走的。再说了，金条到现在还没找到，一定在这屋子里找。找。杨先生。哎，弟妹，叫我树明就可以。树明，谢谢你啊。可是我对你母亲确实是说过。哎，其实呢，我娘的性格我非常的了解，而且她这么说吧，弟妹，可以肯定的是我娘的死跟你完全没有关系，希望这件事以后也不会再影响到你。至于姨妈那边，我会找机会跟她解释的。好意我心领了，树明，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我自己解决吧，好吗？那好，谢谢你告诉我事发当天的情况，我先告辞了。哎，吃了饭再走吧，我娘和我妹妹在准备呢。我还有事，改天，改天我一定来叨扰。韩，啊，杨先生，你认识？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呀？
妹妹，乖，娘帮你梳头好吗？嗯，记不记得小时候啊，最爱漂亮，天天都要娘帮你梳头呢。从小最乖了啊，最喜欢扎她的小辫，每天都吵着要娘帮你梳头。说不定在哪个舞厅鬼混呢，太冒险了，你就肯定金条去他的房间。你怎么就不动动脑子啊？所有的房间都找遍了，只有这间屋子没找过。再说了，这间屋子原来堆放杂物的，吴彩凤鬼心眼多，他往往会把最贵重的东西放在不起眼的地方。什么都别想了，赶紧找。你疯了，金条你就知道金条，你每天就这样金条金条，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哎，秀啊！我怎么说的？想骗我？
陪你坐坐。彩凤是个失败的母亲，我也是。不要说这样的话。我连妹妹喜欢什么花我都不知道。那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太晚了。不晚，天妹总有一天会康复的。你不是说了吗？她一天比一天有希望。可这希望不是我给她的。只要是希望，谁给的又怎么样呢？我最难过的也是这一点。我对天妹的关心不够。你是母亲，你怎么可能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呢？你呀，你只是方式有些。建国，让子春去照顾天妹吧，天妹需要她。不好意思，请问你有没有看看男孩这么高个？没有，对不起，对不起，先生，你没有看见一个十岁男孩从这跑过去啊？没有，没看见。啊，没看见。哎呀，淑明啊，淑明，哎呀，大姐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我好害怕。不是姐说你，你说你老顾着自己开心，你要想一想淑明的感受啊。你说那男哪个靠谱了？大姐，你也这么看我？你真以为我一图一时的快乐？淑明那该死的爹抛下母子俩，我想给亲儿子找个爹，找个完整的家。行行，不哭不哭哈，再找找好吗？啊！淑明啊，淑明！哎，淑明，你上哪儿去啊你啊？哎呀，淑明，是娘对不起你，我再也不这样了。走，跟娘回家去啊！不，我不回去，我再也不回去了。我不要你做我娘，人家说你是个荡妇，是个不要脸的妓女。
都被你娘说中了吧？啊，你这个孩子啊，就是胆子小。跟子春回家这个事儿，你娘她还会不同意？是不是裁员？你怎么知道会同意呢？嗯。逗你的，一看到子春就问问他，他什么时候想回董家，随时欢迎。好，谢谢你啊。嗯，夫人，你们可算来了！我家大少奶奶她出事了。天明怎么了？大姐！大姐！太危险了，她现在谁都不认了。不要弄疼她！大姐！大姐！大姐！娘，这怎么回事啊？昨儿不是还好好的吗？今天早上天没的病情突然恶化了，把你妈打了，你往外跑，这扑棱可怜。大姐，董夫人。少奶奶只是稍微的昏迷了一下，休息一下就好了。大夫，我女儿怎么回事啊？她不是开始好转了吗？她昨天开口叫我娘了。具体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需要……你是医生吗你？你什么叫不清楚？啊！我把我太太交给你，你一问三不知你。啊！冷静，不要冲动啊！病因还不清楚，不能怪医生。爹，娘，是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把大姐照顾好。子春，你不要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担，这不是你的错。天福，你听我说，大姐的状况确实一天比一天好了，这让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很高兴，这说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可是现在呢，一切都前功尽弃了，她不但是没有好，而且比以前更糟糕。大姐是那么相信我和依赖我，不是我的错，那是谁的错？快起来，子春，你知道吗？昨天天美开口叫我娘的时候，我有多么的激动。我女儿马上就要好起来了，她马上就要变回那个懂事听话的甜美。所有的灾难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别说了，见光让我说，那一刻我有多么开心。我想到天美、天福、天喜小时候的样子，也想到我们和他们共处的时光。我也想到你，你一直是天美的拐杖，是你扶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可现在，在天美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放弃呢？娘，没有人可以轻言放弃，
春，你不是想证明给我看你是董家的媳妇吗？现在就是个机会，娘求你帮助天梅，你帮她再站起来好吗？娘，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我会继续做大姐的拐杖，帮她度过任何困难。谢谢你。现在需要的是子春，我在那儿改变不了什么。娘，谢谢你对子春的信任。天风啊，子春太不容易了，你有空就去叶家安慰安慰他。娘，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可姐现在的状况谁也无法预料。子春他……你错会我的意思了。可你说过子春可以回董家。天福啊，你不了解子春现在的心情，他的斗志已经被激发了。如果不打赢这场仗，他是不会回董家的。谢谢了，龙少爷。接下来该怎么做，知道吗？我会马上消失，保证董家的人找不到我。赶紧动手，省得夜长梦多。你要动手，早就可以动手。奶奶，我们要做的是不留痕迹的把董天梅……哼，我知道你早有打算。吃药，你吃不吃？给我吃！我现在终于领悟了，我种下的恶因，没想到报在天梅身上。彩云，别这么想。天梅的事儿啊，跟因果没关系。你不明白，我做了太多的错事，一念于。
在这心更静。淑萍啊，你不必多虑啊，只要有心，很快就能学会。你再说还有我呢嘛，不懂，随时都可以问。义父，我呢，资历还不够。您现在就让我负责管理工作，万一出现疏漏，为难的人是你。所以，我想先从咱们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做起，这样我也可以脚踏实地的走上一走。我答应你的要求，走，跟我上车间看看去。嗯，好，走。大姐，你看外面阳光多好啊，走，我带你出去走走，好吗？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想起来了吗？这首歌你教我唱过，天府也唱过。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怎么了？怎么了？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啊。清醒，是，去吧。杨先生，出来歇口气。金先生，你不介意吧？找你做衣服，那是给你脸。这个脸我不要，你们另请高明吧。你是什么老东西你？啊，你到底去不去？我不去。你还是不去。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消消气。我江大家的最近身体不好，不能出远门。出不了，出不了得去，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怎么这样？求求你们了，你给我住手！你凭什么做生意？讲究买卖自由，我爹他不同意，你凭什么强求？长得还不错嘛，我们家老爷正缺个填房的，走吧，跟我们回去，你就吃穿不干什么你？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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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我啊啊！树明啊，真的太谢谢你了。哎，弟妹。这说的哪里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而且我上回说过还会再来打扰你的，没食言吧？不仅没有食言，这今天还来的正是时候呢。伯父伯母，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
你真的很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有一个和睦快乐的家。淑明，以后要是有空的话就常来家里坐坐，我爹我娘子秋子涵都非常欢迎你，都是一家人嘛。对，一家人。我听说金大兴曾是叶师傅的徒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呢？他已经和我们家没有任何联系了。哦。可上次我记得你跟我说，你在街上碰到金大兴，随便跟他说了几句话，就被我娘误会，所以发生了争执。那你跟金大兴到底……都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就别再问了，不值得一提。弟妹，我看得出来，你可千万别隐瞒我。那对不起，就算我无可奉告。因为我要知道真相。真相？你是在怀疑金大兴？